今天给你们推荐一款果蔬啊，这款果蔬现在是拍四包多赠一包啊，这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总共是五包，五包29.9块包邮的啊，然后平均一包是100克的量，先拆它两包，平均一包里面含有12种类的果蔬。开了两袋，总共是200克，它里面含有12种的果蔬啊，它是真空低温脱水，它不是膨化食品啊，就是里面的营养成分都不会流失。秋葵，微微的甜，胡萝卜。菠萝蜜，红心萝卜，香菇，紫薯，给小朋友吃再合适不过了啊。它属于那种12种果蔬营养均衡的。